第二部影片就叫做《震惊靖靠天上气息把宠箱亏损全部补齐》，而且老板超级贴心，他帮我把全部东西清干净，甚至连仓库都帮我清干净。我跟你们讲，老板这么贴心，如果我还辜负他，但是我还算是个人吗？风之谷交易群风界平台等你加入，赶紧点击影片下方的资讯链接来加入哦。不是啊，一颗东西都没有，是三小，这个地方绝对没料。我跟你讲，我再来这个地方，我就是狗。还在这边抽，在这边抽有料吗？最后一秒，朋友靠章鱼烧出轮回哦，来，一、二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然后加解毒剂，然后再一个。走起！我不可能这么倒霉，不可能，还没有人出天上，没有问题，那就是我们大放异彩的时候了。来，是天上的气息，先来一颗，好不好？拜托。走起。叫我妈帮我按，我气。有了，我自己住外面，我老妈不在这里啊，我老妈不跟我一起住的、啊。最低几率但是这个几率多少？ 0.1% 是不是？跟那个什么圣天使几率一样，差在我圣天使抽不到而已。再来，乘胜追击，天上气息。绿之宝石，我听到跳任务我就知道一定是抽到小颗的。青之宝石，我要天上气息。欸，为什么那个人一直抽到我都抽不到啊？抽太慢吗？那我加快一点点。哈？我跟你们讲，这绝对是命。按这么快，然后三个广播全部都不是我的。我跟你讲，这真的是命。他如果真的不给你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你按再快，他就是给你这些垃圾，他就是不会给你大的。你按再快就是这样。那如果他真的要给你，你看我们上次按超慢，对不对？哎，橘子，我们上次按超慢有没有三颗天上？有没有？还是出绝招？当我的名字变成天上气息的时候，好不好？就是游戏即将结束的时候。撤退，再来。主播信我一波，童话村水沟，这十八颗抽完，如果没料，童话村走起。有种，就不要让我看到天上气息。童话村怎么去？不要跟官方讲，其实我已经开了。天上加倍外挂，如果真的不小心狂出天上，好不好？这个你们再去跟橘子检举，我真的忍不住了，我已经开了这个黄金苹果狂出大奖外挂，几率我刚调好了，20倍。几率我刚调好了，20倍。最后10颗，
再没料，再换地图。刚谁叫我来这边的？主播刚有人在电的，是不是？真的、欸、，Go Go！ 先感谢帮我电的这些观众，好不好？非常感谢你们，在第二颗天上，好不好？我先代替老板感谢你们，真的感谢你们，真的。几家欢乐几家愁，好不好？欢乐的人总是我，第三颗天上，四只宝石。再来，我有预感，下一个广播是彩虹月食图腾。厕所好像有人，厕所真的有人，有财神爷啊，聊天室。再来，游戏还没有结束。Give me my 天上哦， oh, 这个也可以。总共会有几箱金箱哦？十箱，总共会有十箱，因为我们这次是1000颗黄金苹果。OK， 我懂你们意思了。你们希望我十箱一起开，然后里面至少5颗天上。我跟你们相处这么久，我会不懂你们的意思。你们就是想看到欧洲片段，是不是？你们就是想看到我开心，是吧？然后你们就会跟着开心。是不是你们就是想看到那个一直出天上的画面？我都懂啊，我怎么会不懂你们呢？再一组，如果没料，高歌离席，拜托了太公。如果你让我抽到天上的话呢，以后你就是我大哥，你就是我大爷。那如果你没让我抽到天上的话呢，我就把你推下船，速抽这一排，好不好？来咯，愿者上钩。内阁了一下，再来。天上气息或图腾，老哥，你信不信我推你下去？哇，连小颗的都没出了，是怎样啊？如果我离开这里前，这边没出半颗。我扁自己5下，老哥天上嘞，老哥，我抽个3颗，然后就缺货了。主播晚来了，请问目前战绩如何？血淋淋，再一颗小图腾，不然你给个彩虹月石也好啊，一颗彩虹月石，又一颗小图腾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一直抽到敏捷？全世界都是敏捷，是不是？有人在抽了，谢谢你为我的天上气息注入了。这么多的牺牲，谢谢你，先跟你说一声谢谢。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会连出是不是？再来。那个说会连出的，跟我说一下是谁。我保证只背你600秒就好。我要黄色的，黄色的戒指，黄黄的，黄黄中了吗？哎、欸，我又中一颗啊、喔，有一颗，nice， 第5颗，6颗再1颗天上就好 ，please， 4颗，3颗，2颗，我有预感，黄色的。结束，我们先全部换金箱，10箱，但是这个是什么画面？10箱重叠啊 ！Oh my god！ 装备来要有10个哦。啊，对了，我们要想到有可能会有10颗天上。我数到3，按住，我放 R， 来是摔破 R， 1、2。
三，啊啊！